我就打破了那个预言了。尊敬的帅哥美女，晚上好！感谢各位选择在我们汉江码头为王老板祝庆祝生日啊！对，祝您生日快乐！对，借此机会再祝各位在亲朋好友88999百事可乐，然后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啊！谢谢。您这些话啊，一些事情可能是您这边有一点点建议啊。其实那些事情啊，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，这边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身体很健康。OK。对对对。可以的吧？这个75岁都不用了，会往上涨的，是不是？生日上。Thank you.